而为了要让更多的弱势家庭、育幼院，还有幼童跟老人们可以享有健康美味的鱼类蛋白质来源，有一个名为厚道送暖与您同船的公益活动现在开跑了，为期三年，只要卖一尾海虹鲷就会捐一尾海虹鲷给需要的弱势团体来吃。型男大主厨郭主义就担任公益的代言人，化身的是送暖大使。整个厚道计划呢，由于我们自己有估算我们的产量，所以初期我们希望每一个月至少捐出2000尾，得到国家的玉山奖的一个有品质保证的海虹鲷给弱势的族群。掌声欢迎找来型男大主厨郭主义来当公益代言人，并且送暖，亲自来示范清蒸的海虹鲷。这业者也希望能够透过三年期间的厚道专案抛砖引玉，让那些经济困难没有办法购买高蛋白鱼类的受助家庭，能够因此获得很好的营养补给。不是我喜欢低头。